哎，那儿有四个箱子。箱子。哎，箱子里面有秘密，应该是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呢？有用的，我们一定有什么任务。哦，箱子是不是可以开？哦，就是一个。哇！哦哇！哦，咱们五个人的照片，哥哥的滚烫人生，一二三四，什么意思？箱子一号已经打开了，哎，自己又开了。请你们通过彼此了解，解答出海报上是什么排名，并推理出排名暗藏的数字密码。卢虽求，请大喊，我要求助。哦。解答出海报上，我没听明白，就是那个，是，来，我来念一遍，季哥再读一遍，请你们通过对彼此的了解，解答出海报上是什么排名，并推理出排名暗藏的数字密码。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，才能打开大门的解锁，得到第一站的线索。如需要求助，就大喊，我要求助。并推理出排名，是不是我们要解答这个？对了，我们其他的门会开了，我们会得到更多的线索，才能打开这个门呢？有可能。不是，要先把这个门打开，才能得到其他线索。不是，打开门那就出去了，就走了。是这个，这些需要打开吗？对，那些门，你第一个对了，然后第二个门开，对吧？第二个对了，第三个门开，对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对，你看。请再阅读一遍任务卡。哎，我阅读。我怎么办？都是不会玩游戏的哥哥们。麒麟哥不错啊，他很厉害啊。我可以的，麒麟很厉害的。请你们通过对彼此的了解，解答出海报上是什么排名？是什么排名？并推理出排名暗藏的数字密码。是什么排名？只有输入正确密码，才能打开大门的密码锁，是吧？正确密码打开。